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志祥，今天非常开心来这边上我们的体重的一个训练课程。大家不要看我现在这样，刚才我是参加差不多一个小时的训练，那我也是经过一个小时的休息才可以这么大声讲话。为什么要介绍大家来这边特别上这个课程？因为你一般在我们一般的健身房在运动的时候，其实你有时候就是自己运动，那如果没有人鞭策你的话，没有教练在旁边帮你互相加油的话，我觉得你自己会是懒惰的，所以来这边完全是不一样。一堂课也差不多一二十个的学员，那在交互的运动那个器材当中呢，整个运动的过程他会给你们互相加油勉励跟鼓励你，就好像我们在军队一样，你跑不动没关系，但是所有的会员会带着你一起跑。那我觉得来这边除了可以燃烧你更多的卡路里之外，还可以认识到很多的朋友，还有更多的战友。所以今天我虽然是第一次参加这个课程，但是我今天有在成功吗？有吗？有为燃烧脂肪加油吧，加油！